我不是那种会主动去追人的人，我很专一的。在大家水平都一样，不要谁 diss 谁。Hello， 迷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斌。可是感情这种事情，不是理智可以控制得了啊。从我知道你瞒着我，你跟孟子云的关系开始，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我们的感情就不值得你多一丝一毫的信任吗？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二字？对，就是第一次见面，我们是拍海报，然后就，那天确实有点腼腆，然后就一直带着，然后就是工作人员也说啊，你们这样那样那样，然后他就一直带着我，嗯，就很舒服的感觉。我可能是沉默寡言担当，我平常话还是比较少的，对，就除非是就是你们就是跟我聊，啊，可能聊聊聊聊聊开了，就会去一直说，但如果就没有话题聊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说话。我不是那种会主动去追人的人，对对对，我很专一的。你又想让我自己走是吗？你知道我不会答应。你去求援，找人来救我，不应该把力气都耗费在我身上。我可能想的就是我要先沉淀一下，就是再去让自己回炉一下，再去把以前就是学过的东西或者是收到的获得的经验这些东西再去重新回溯一下，然后看看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可以去综艺玩一玩，对，那种就是那种说话的可能不是不适合，就是我慢热，我得先跟你们都认识了熟悉了，我才能就是放得开，对，另一个我就出来了。对，一般就是看看电影健健身然后打打游戏。那你现在游戏打得怎么样？还会被你的几个好朋友 diss 吗？在大家水平都一样，不要谁 diss 谁。我给他们发都是自发的，都是我发自内心要给儿子们要。对啊，我们谁游戏谁就是爸爸啊，不是，就是儿子。对，其实主要是想要沉淀一下自己，然后就是再去找一找那种就是会找一种那种是剧本好，一就是好剧本啊，或者是好的团队那种戏。不给我一个 one kiss 吗？你也可以拒绝我，不过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无赖，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啊，对多少女孩子用过？只有你。